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昨天勇士大胜活塞，赛后罗德尼·麦克格鲁德为队友艾灵顿出头，和勇士球员胡安·托斯卡诺·安德森发生冲突。担任特邀解说员的克雷·汤普森嘲讽道：“这家伙可能很快要离开联盟，他可能对此非常生气。谁知道呢？他想挑事，好像他是很厉害的球员一样。”德雷蒙德·格林则直接开喷 TMG 什么时候罗德尼·麦克格鲁德成为了那支球队的硬汉了？我知道没人怕 TMG 罗德尼·麦克格鲁德，你 TM 搞笑呢，疯了。如果你真想闹事早就闹了， QTMG 喷垃圾话，装什么硬汉，滚吧 QTMG 硬汉，滚 NMBD。 艾灵顿接受采访称克雷和追梦的回复毫不职业，也没有风度，我认为那样攻击罗德尼的职业生涯非常不职业也没有风度。我在热火就认识罗德尼，他是这个联盟最刻苦最谦逊最脚踏实地的人，那样攻击他非常不公平。所谓的硬汉，罗德尼从未想装硬汉，老实说是那个人胡安挑事的。德雷蒙德坐在发布会狂喷装硬汉，我只说这一次，我认为那样攻击我的兄弟不公平，我感激他爱他如兄弟，我知道他不是装硬汉，他可能只是过去跟那个人澄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凯文杜兰特还对艾灵顿的言论点赞 and 他走了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